哇，原来这是这么美啊，给我们很大的惊喜，跟他们玩桨板去。好爽、哎、感觉好帅啊这个。来，我们去埋伏一波螃蟹。他把家钳子拽出来，他断钳跑了。哇，这个景你看好美啊。下暴雨了，咱们把这收了吧。一片狼藉，这波雨下的真是让我们措不及防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不管在多么糟糕的环境里面，我们都能获得快乐。美啊美，哇，可以啊，真的好。同志们撤，让我们继续出发。三亚的雨季说来就来，对，真是说下就下啊。吃饭吗大家？吃。那我发个餐厅给凯哥，是离我们最近的，看起来还不错的。好的。哇，雨后的海南，别样的风味。有没有觉得其实这场雨来的挺开心的？这个雨不来，我们可能还坐那儿煮咖啡，在那煮面呢。真的。昨天下雨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是一点儿没听着。及时汽车昨晚给予了我一个高质量睡眠。我还说呢，我说要不要把他俩叫醒？没事吧？怎么还不起？说实在，我们俩真的睡得太好了。我第一次在户外睡这么好。是不是还挺宽敞的那里边？很宽敞。哇，这个太舒服了。哇，这个看右边这个风景，好。哇，太美了。哎，给我拍张照片。摄影师，快快快，吃好了。看看这么矮，给我再矮撞来的。手搭，左手搭在上面。哎，对。睫毛要吹掉了。哦，好看。可以，好看好看。我来给你拍点了。你把那个窗户摇开一点，来点光哈。哎，手往下。这样。对，但是就是手腕别太往后，哎，往前，手腕往前，哎，被风吹走了手腕。你要什么风速？你跟我说，我可以控制。对，哎，对嘛，小点，小点风。我感觉我的脸微风。二三级，二三级是吧？好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现在在2.5级左右。脸转过来一点。哎，你趴那趴一会儿。睫毛。我刚才睫毛也，哎，可以，变我的五官已经不大好了。到了，定位到了。许记有看到了，左手边绿牌子。走起，换衣服啊。嗯，咱在车上换。车上换？车上全是镜头，找个包间。有人吗？你好，你在干嘛呀？能不能在你们家换个衣服呀？没事的啊。好，谢谢。拉一下，一早上在雨里淋来淋去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想抻一下。哇，不行，蹲不下去。你试一下吧。我绝对不行。我们试过一个这个，就是这样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的距离呢，然后用头顶住。对，然后完全顶住之后，直接这样起来。能起来吗？根本起不来。我不信。你试一下。三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把脚并起来。先90度埋下去。好，往前顶。然后双手抱在胸前，靠这样的力量直接起来。哦，是不是很难起？哦，不能屈脚，就直的，必须是直的这样起。你可以吸口气，一二三，走。
哎，是的，三步，你的脚的三步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好，就这个距离。然后呢，弯90度，抱在胸口，靠这样的力量起来，试试啊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我的经验是吸一口气一下子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感觉，你不去顶上得靠屁股一夹，肚子一收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放弃吧哥，吃饭吧哥，干爽了，来，整个干爽了。你坐哪儿？我坐这儿。来了，白切鸡。这个是据说本地有名的龙滚菜，因为这个地方叫龙滚镇。哎，有点像那个韭菜，很像沙葱，我倒是觉得有点像。来，尖椒白叶。这个是带鱼啊。荷兰豆。哎呀，谢谢你！来来来来，快！怎么样？好吃。跟韭菜很像。这是他们这儿的特色。哇，炸带鱼，好粗的带鱼，蘸点醋更好吃。哇，这个好好吃，你尝尝，也是甜的感觉，肉很嫩。这家不错呀，炒的。谁选的？谁这么会选饭店？我选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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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椰是椰子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椰子也好喝。哇，这个椰子怎么是冰的？冰的，而且是另外又一个品种了。好喝好喝，太爽了。跟风雨搏斗了一早上，然后吃上一顿饭。每天一累，累了之后呢，就要猛吃。哎呀，这个节目不胖了不行。我昨天晚上想象的画面是，我和雪儿坐在底下煮着咖啡，然后喝点茶，吃点儿。什么面条早饭？万万没想到，刮风下雨。哇，来雨了，来雨了！哎呀，雨大了。这雨真是说下就下啊！卷里，这，太刺激了！哇，主打一个硬收，下雨也要收，已经顾不上下雨了。就没想到会这么狼狈，感觉整个人。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想不到，太快了，能让你想到的，你都不是我们节目。但其实这样才好玩。对啊。所有的意外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来，我们点一罐可口可乐。这么美味的美食，一定要配上可口可乐。此时此刻。可口可乐，敬我们这一路的惊喜，惊喜满满。我吃饱了。哎，我们一会儿赶个海吧，直接去铜锣湾。可以啊。咱们启程吗？走吧。开着为户外而生的即时汽车，向山海出发。看了咱们拍的照片，一会儿破碎感一下。丫丫姐在审片吗？丫丫姐自己能扛几个摄制组，连拍带剪辑，然后再发。来呀、啊，雪儿，我电影模式啊。然后自己还是模特。给我拍个照片，我觉得这电视好好看。还有反光板。专业的。灯光。我给你拿个氛围灯，前期制作，后期宣发。我剪了一个视频，我发群里哈。一条龙直接包干。
这么厉害现在。哎，我一个朋友在三亚海钓呢，去西沙海钓了，那也得去好几天。嗯，给我寄些鱼，我拿给你。啊，特别羡慕你们俩，真的能把自己的那个生活都能融到一起的那种闺蜜，就是太棒了，让我们很羡慕。你们几世修来的缘分，没有成为夫妻，且成为了好姐妹。关键你知道我们特别好的是，我们的父母也是很好的朋友啊，然后我们是好朋友，然后那个我们的孩子也是好朋友。哇，这个真是修来福分，三代人都关系很好。哇，我们也会带着父母，然后去到就是北京的周边自驾，然后这样露营，父母也会很开心。啊，去春山里吗？那次对，酒窝过生日那。酒窝过生日，对的。啊，那次是小酒窝过生日，刚好我去拍戏了，然后丫丫就组织大家所有的爸爸妈妈，然后孩子们一起给酒窝还过了个生日。就我们俩都会，就是如果对方不在，就帮着把对方的家里也管一管，就是觉得我们这样就是能多做一点事情，然后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们，让他们也会觉得哎，家庭的氛围啊，然后朋友友谊啊什么的。啊，好好啊，就真的是很方便，就像就是真的是亲姐妹亲姐俩。同志们，我们即将到达铜锣湾的海滩。哇哇，这个时候要不要开启 3D 底盘功能？要。哎呀，太好了 ，3D 底盘，你看，哎，那上面红色、黄色的小框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显示的高度，红色是禁止通过的，对，黄色是还可以通，还可以通，能通过。这么厉害，而且即时零一搭载的是三颗激光雷达，能把地面的障碍物感知，从普通的二 D 升为三 D， 对越野车爱好者朋友们真的是太友好了。即时汽车，太智能了，真的太棒了，我天啊！我喜欢这种野地。OK， 哇，没啥问题呀。哇，这个海滩好大呀！哇，好美！什么风景这是？哇，在海滩上开车，大海！哇，忽然眼前一片开阔的。哎，加速呗！哇！哇，真的是在撒野，我的！嗨吧，嗨，嗨，太嗨了！这个有点想哭的感觉。哇，嗨呀！哎，他们在围鱼，我们要不参与一下？真的？啊。好嘞。哎呀，我们要参观一下。哇，我们到了一片大海滩，一望无际大海滩，而且很平坦，但是这里浪也很大。哎，我们有一个那个桶可以拿着。哇，太好了，你还捡回来了，然后可以捞的东西可以放里。海的小姑娘光着小脚丫，哇，他们干啥呢？哇，耶，哇，
好美。大海，哇哇，小梦好嗨，咱俩去玩会儿啊，不能白带。走，这还挺深的。雪儿，你快来啊，这好美，好适合你的裙子。啊！死了！有一条鱼。刚才他们捕到的。对，是他们丢的。是他们打的吧？对。哎，这还有一条，快！这。死的。能吃不能吃？能吃。能吃给他们。刚死。对呀、啊。给你们。不要。那为啥？我自己的，我们抓的，我不要的。不是你们抓的，不要。不要。他们不要。这么有原则啊？对啊，我们不要。那怎么办、啊？让他回归大海，对。是吧？漏网之鱼。哎，真漏网之鱼。我去问一下他们这边赶海挖什么。姐姐，请问一下你们这边赶海一般挖什么比较多啊？哦，还有小蛤蜊。没有，那个蟹还白的。哦，小文蛤。挖小文蛤。啊，我刚才捡到一个，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煮汤的。给。不能吃的。好嘞，谢谢姐姐。这些都是吗？雪儿，晚上的晚饭咱们就捡这个玩意儿吧。晚饭吃这个？这玩意儿不够塞牙缝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我可以吃五斤。这五斤太少了，太小了。捡了个垃圾，可以把垃圾带走。好，放这里。我来。我来捡垃圾来了。画吗？防晒泥。哎，我想抹一个。有粉色的吗？这两个特别搭。要干嘛？是防晒泥。我想绿的和粉的。哼。你应该这样画两个这样圈儿。那不成小鬼了吗？画吗？蓝色。这儿，颧骨。我来个红色、黄色，会不会太暴露了？搞一个，太暴露了。一点，哥可以挤出来点，那个边儿就那圈嘎的很。哪里？嘎的很。就是这个男生比女生还爱臭美。谁说的？我们只是好玩而已。那还得在这画个什么什么什么？是、啊。一下就感觉叫你长老，很部落。对。哎呀！你真的有新西兰有那个味道。一起啊！百岁再问。神经病。拍照片，我觉得这好好看。怎么拍？就这样拍。三二一，换个姿势。一二三，跳下来。预备，起。三二一。啥呀？感觉在做腹肌。等一下，给我们拍一个那个超人照。凯凯跳了，跳个不一样的。哎，那这么大行不行？这个很酷，好帅啊！我八爪啊，能破吗？有大米的八爪、啊。我拍个赶海视频，我终于抓到一次鱼了。赶海来了，像这样的八爪啊，在海边。就是还是比较容易能捡到的啊，但这头袋里都是大米啊，都是带大米的，这种一般就是白灼很好吃的，来，好补，拿去吃了吧，我觉得好浪费啊，丢回去。不远，好爱吃，他们没有养，然后一会儿鱼就臭了，那我现在把它吃了，现在就吃了啊。还有直播吃鱼，你敢想？开玩笑的。来吧，
吗？走吧。博远，我们走了。哦，把它放回去了。放了。想吃去海鲜市场买。让我们过不去。刚才这有条河，被河挡住了，对吧？这个过不去，从那边能过。海哥，不是那边是浅的，就是等于是它沙子已经把那块冲成一个缓坡了，懂吗？那个位置。但是浪太大了，这边你看不行，浪太大了。会陷车。这是软的，是沙子软。嗯，对，太危险了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走一下试试吧。看一眼。这雪流多多少少是有点急的。而且不行了，这太软了，这轮子一下去，两吨车绝对陷底下了。我OK， 没问题。真的，你下来走一下，就从刚才我走的这条路，或者这再往外一点，但是要快，不能停，只要一停，轮子就往下走。我觉得不行，太软了。我想试一下，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搞一下试试。走，朋友们，向山海出发了啊！真的假的？哇！是即时汽车给你最大的惊喜。Cool， 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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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帅呀、啊！勇敢。还蒙着呢，我。没敢告诉你们。直接开车就走了。来吧，学姐，感受一下。我看你们敢坐吗？敢坐。不敢坐。好，我来试试。上海里我们就。坐好了吗？我起飞了啊！你慢点飞，等一下系下安全带。亲爱的各位旅客朋友们，车内温度可以吗？了啊！哦，很好开啊这车，咱们也感受一下啊！感受一下啊！哇哇！怎么感觉上瘾了呢？加速了的。开雨刮，好了好了，再来一下啊！呜呼！呜呼！坑，不要往坑里。哎，这样的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喜欢往坑里开。对，好吧，感受一次行吗？傍晚即时汽车，我们为你们测试了你们想到想不到的所有路况，我们都测试了，没有一次让我们失望，也没有一次打脸。看好，有很多人在这等着买鱼，我们把手机准备好，一会儿随时支付。走。海边的渔民在打鱼，然后有很多人等在那里。我上网下，已经拉网了。对，已经合网了。
阿姨，这个海鲜打上来可以卖的吗？可以的，是在这可以买吗？好刺激，好刺激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我觉得地上满地的寄居蟹不值钱。那一堆是水母，那个别碰，那个会扎的。会咬人啊？水母扎到脚会皮肤疼。哎，看那边，看那边。哦，鱼在那儿。你看，他们有一条很大的鱼。我去拿那个筐吧。我去拿，我去拿去。哎，是那个他的鱼往筐里装，然后再跟他一结账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他们这个不一定是卖的，就是我们打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吃的。自己吃啊？好多人，好多人，这一网上来应该不少，这不是那种家用的普通网。哇，你看看，好多鱼，好多鱼。是我们有点多余是吗？感觉我们好多余。好，我们走。走吧。凑热闹凑完了。凯哥，我们露营点的那个定位我发在群里了。OK。爆虎角。能上来！哇，你牛牛牛牛！持续的给动力，耶、yeah ！生活就是无限的惊喜，惊喜连着惊喜，惊喜套着惊喜。我们路上要碰到有卖吃的食材的，咱就买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问题。水煮海鲜。然后明天是不是要看日出？对。要不然咱就干脆熬到天亮得了。好主意啊！快到了，日们，我们即将到达这一季最后的一个地点。哇，怎么这么伤感啊？突然间感觉到。换个音乐。我们翻越过了高山，跨越过了草原，趟过了泥泞，走过了沙滩。即将到达哇，最后一个港湾。这三天挺快的，啊，感觉有点没玩够啊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。这个兴致给挑起来了。主要第一站一上来就拉满，带你去苏西。哎，对的。那个我觉得真好玩。觉得跟你们这趟旅行是有一点点修炼的意思。感觉就没玩够，不想回家。海鲜城，哪儿呢？无心港海鲜城，左转800米。20年老店。20年老店。野生海鲜，野生海鲜，就它了。那停一下。哎呀，有卖海鲜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们打包带走可以吗？哎，让他帮我们做好带走吧，要不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嗯，来点虾好不好？下在火锅里。好，可以吗？一斤就可以。还有什么？螃蟹不？三只，白萝卜，还剩萝卜是吧？啊，拍黄瓜直接做好一个，就是两半的是吧？对。那你的菊花茶能不能给我一碗？可以，拿。吃完腻腻歪歪，喝点茶顺一顺。还有茶哦，这么多料啊，精致，有女孩就是不一样。我们可以不洗碗了，我们花钱了。嗯，走。连续一周的下雨啊！
看着天气预报，这雨下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走啊！日出6:22啊！明天有没有日出就看命了啊！啊！我们就赌一把。嗯。走，快上车，下雨了。下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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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简陋的牌子吗？就在这儿啊。这个景点非常的草率。咱们要不然，对，就是这么野，是不是？不野咱不玩儿。会有感觉啊？感觉前路很未知的。哇，面朝大海。这怎么样？并不怎么样，没有任何可拍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往里嗨了吧。雨来了，雨来了，风雨欲来。好，我们就地扎营。一定要支吗？都下雨了，咱就别支了呢。没别的地儿，要么就是这儿，要么就还是往下走一点点。我有一个提议。什么提议？我们就拿几把椅子坐在这儿，什么都不干，就站着外面看一会儿，睡觉得了。哇，能不能晚上安静的结束？也不是不行。如果要有一个垫子，我们铺到地上，大家就坐在垫子上去看海，去听风，讲讲故事，聊聊天，睡觉。我告诉你们这住民宿吧。好惨啊，我们这几次露营怎么越露越惨呢？不是，我在想我们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们找个民宿不行吗？这不是为了看日出吗？凯哥，哎，我们尽量别把两个女嘉宾录跑好不好？我们得哄着点她。我发现她们可能随时要跑的架势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最起码把单主桌铺了。来吧，相信我，明天早上一定会停的。可以的，相信相信的力量，一定可以的。I would sail back to you. I would to you. Come on, 让日子过得开心一点。这怎么弄啊？把灯呀缠上。这么艰难了，得有点氛围啊。丫丫刚才说：“哎，不要不弄，不要弄，不要弄，不要支那么多东西，不要弄。来来来，把小灯都缠上。”这就是丫丫的，这就是他，他就是这样。我这要弄了，弄的温馨一点。来吧，每个人自己找地儿啊。最后一期最后一站的话，氛围感拉满，一下子不觉得很荒凉了。而且当有了光，一下子好像就有了希望，一下就让我们温暖了起来。开灯，哇哇，特别有感觉。咱们这是最精致的一回。哇，一下子亮堂了呗，太有正事儿了。突然心情又特别好了。
啊，你们看我一眼呗。可以的，这个才是旅行的意义。完了，刚才本来不饿，这么一阵子饿了。咱不是火锅吗？吃呗。来吧，孟哥，先把那个虾下了，因为那虾是活着拿过来的，就直接下去吧，也别用什么盘子了。哎，这还有好多呢。也不用全开机。不是，我有办法了，留下次用吧。哪有下次？ Are you ready？ 新鲜兰花洗。空心菜。这个筷子我在这里面煮一下就能用了。筷子，这不是有干净筷子吗？拿这个呗，天亮。行吗？那个吧，一次性的。啊，那好吧。哎，这，实话说，在这吃饭其实氛围真不一样。是的。咱桌上是不是要加个灯？来，站起来。哎。哇哦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一会儿，哎呀，这成了一个吊灯， yeah. 对。我们还有吊灯，真是最后一站，想咋玩咋玩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这个女孩的这种他们的浪漫的点是我们 get 不到的，但是它呈现出来以后，你又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哦、啊，好好啊，对。我们就喜欢虚的，咋的啦？这怎么能是虚的呢？这虚头巴脑的好看呀。多现实啊，还又有功能又好看，有点浪漫吧。嘿，哇哇，文明文明的社会。好嘞，艺术。哦，我想起来一个浪漫，我忘了。想起来一个浪漫，嗯 ，How to？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浪漫。音乐。不。哇。没有他们的陪伴。我们怎么能浪漫？正好两个鸭子，鸭鸭。哎，感觉我们好像卖货的，不是？像不像？像不像卖货的？小卖部。卖锅了，哇，好香啊！哦，这虾好大呀！太爽了。非常新鲜。嗯，这螃蟹好肥呀、啊。咱就说有可乐吗？有。来，学姐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鸭姐。谢谢。啊。啊，煮着辣锅。哎，这个氛围吃火锅，下着雨，在海边，这感觉。此时此刻，可口可乐。嗯。嗯。太爽了，无法比拟。哇。多难忘啊。哇哦，这会是你们最难忘的一次旅行。我想采访一下二位姐姐，嗯，你们后悔跟我们出来吗？有没有被骗的感觉？我不后悔，多好玩啊，刺激，不觉得我们俩其实挺适合的吗？嗯，没有人比你们更适合了。你们很大条，真的。怎么样都能很开心。嗯。哇，真是痛并快乐着。嗯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会记忆很深刻这次旅行，而且会说很久。我们只是还原了人和自然最本真的样子。多好。又能吃苦又能野。你想，我们的祖先哪有房子住，哪有沐浴露？嗯，哪有淋浴？嗯，不都是在和大自然的搏斗中生存吗？有的时候不那么完美的时候也很舒服。嗯，就每次出来，我一定要把灯拉得好好的，桌子摆得整整齐齐，大家都漂亮。那你也是一样，强迫症重度，就是强迫症。但真的是，一次又一次的露营呀、啊、出行呀、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好像这次彻底痊愈了。这节目专治强迫症，专治强迫症。治好了吗？痊愈了，痊愈很。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可能还会反复。对，回去看的照片，哎呀，那个灯当时要努力弄一弄，可能拍的照片会更好看。哎，我给你拍一张，发给你当桌面。
这个好狠。生活嘛，有时候其实让自己慢一点，理不清楚。嗯，你要真的什么都理清楚的话，那你活得很累的。有很多人就是迈不开步的时候，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。那太累了。我以前就是要想很多事情，我要把所有的东西在脑子里先预演一遍，装备全部买齐了之后，差一样，差个杯子我都不能走。第一集的凯哥是这样的，对的。这是我为这次旅行准备的一些装备。我觉得我是个精致的人，这份精致是流淌在血液里面的，我觉得。专业一点吧，你出来露营了被人笑话。你好歹用一双钛合金的筷子好不好？别的没有，装备就是多。哎呀，有什么不行的，兄弟？就拿嘴往上接不行吗？要实在饿，咱这儿吃也行。嗯，都行，随意。也就是这样，就直接下去吧，也别用什么盘子了。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治好了我的强迫症。我是这样的，我是一个爱好，必须从买装备开始。滑雪好，从先买袜子开始买起，到鞋，到头盔，到护膝，到板，到所有这些东西。差生文具多，真的。我觉得以后我会带我孩子开车出来这么走一趟的。会开着即时汽车吗？那必须是即时汽车。那我能坐你孩子吗？怎么这个结论是这个呢？你知道我们之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吗？不愿意开始，只要一开始就乐在其中，停不下来。还玩得很嗨。这不就是咱这一次旅程的中心思想吗？对，走啊，就走啊，走啊。而且这个事儿怎么来的？就是一开始其实没有这个精神，就是因为海涛说那个我要吃个沙葱，我说走啊，我说走不走？他说啊，不会吧，我们目的不是石河。完了一车人就说那走啊，就车一拐呜呜下高速去了石河子，就是一种很无聊的胜负欲驱使着我们，然后一路走到今天。而且真的很有意思，我们半夜睡着两点多钟对帐篷说了一声走啊，我们就搬着椅子在外面看了一个多小时的星星。以后只要任何一个人发号施令说走啊，大家就必须第二天到达目的地。这就是我们的集合哨。嗯，对，那说好了，我们就以走啊为令。走啊走啊为令，好不好？有兄弟，有朋友，有姐妹，那以后的路让我们说走就走。此刻可口可乐。走啊，去海边走走啊。走啊。走。哇，晚上的大海，有没有小螃蟹？我们躲浪吧。浪来了，第一个跑的啊，要受惩罚。好，来了。我不行，你是第一个，你沾着水了。没有，你是第一个。没有，站一条线，我们就站一条线啊。我没沾到。哦。来，这来啊！我没沾到哎！好过瘾哦！哇，你坐在那儿，背面有石头，然后远处还有光啊！哎，别动，我给你拍一张，时尚大片绝对！哇，破碎感！哦哦，有，哇，孤岛很有层次。来，我们坐一排，星星点点几个光，来摆造型了，开始。大片了，拍大片了。来，我们不用看前面，看这边。哇，这个，哇，哎呦，小而且好看，这是油画。啊，你看小姐坐那多少女，18岁，我的是少女她妈了，我真的是。那我们玩的时候也很少女啊，是吧？就心态好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一幕就非常像那个上学的时候。嗯。然后背着那个宿管阿姨，然后跑出来，男生女生跑到海边，对吧？我从小就特别向往，哎，没事了，能到海边走一走，坐一坐，谈个恋爱。
和小男生在海边溜达溜达。嗯。后来没想到，跟你们几个在海边坐了一坐晚上。谁还不是个小男孩呢？这真的是。这几个小男孩太幸运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干这个事情觉得很酷，如果我们几个都是五六十岁的时候，会更酷吧？这个点儿拎着灯跑到这里来，应该会引起家人们的恐慌，引起子女们的不对，是，子女们就会拉了个群说他们五个去哪儿了。就是人的角色一直都在转变，你可能面对我们的时候，你可能是个大姐姐；面对女儿的时候是个妈妈，然后面对稍微长一点的人，你又是个孩子。那你一定要做好你自己心目当中你认为的自己的角色，不要认为我就是个妈妈，也不要认为我就是个主妇，把你自己认为我就是个仙女，我就是我自己，我要活到活好我自己。你心里的一个真正的主线不可动摇了，那你扮演任何角色的时候都不会干扰你。哎呀，下一次我们一起出来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五六十岁吗？或者是下一次我们再见到都不一定是什么时候，对吧？提到这种事情就会很伤感。我和郑凯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就见过一次。真的是在飞机上偶遇的。哦，好像说的话总共也没有加起来这几天多。是的，是不是？没有这几天多，绝对没有。其实郑凯，我觉得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没有变，你这次来比以前成熟一点了，感觉就是长大了，是吧？他就不是，我们刚进组时也不是，也挺奶的，沧桑，不是沧桑，叫成熟了。他这次就是会给我们安排呀，做一些决定呀什么的，就感觉就特别长大。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工作当中遇见了，可能后面联系也不会那么多了。对，就是遇见了是工作，然后生活不会有太多的交际，再遇见还是工作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交际。除非有一个什么样的，就像今天这样的节目，我们真的能坐下来谈心聊，他没把它当成工作，我们真的是交心的那种聊，会有可能会后面认识更深，了解更深，才慢慢走进生活，走进私下。Wind can be turned away. An enchanted moment, and it sees me through. It's enough. 明天早上起来看日出，我们就五点半准时起来。OK. And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? 最后一天了，舍不得睡啊。还是这句话，差不多就自己熟啊，我们可能没个点儿。刚来这节目还觉得真的很累，到最后一站就觉得还有点舍不得。来，我们最后打个赌，明天能不能看到？可以的，相信相信的力量，他一定可以。你现在看这个天是看不到的，现在星星都没有。对，因为现在还是乌云。四点到六点，降水概率只有30%。我们就赌那70%啊！哎呀，明天能不能看到日出啊？我们试一把。早起的渔民已经出去打鱼了。
6:16，离原定的日出时间还差6分钟。啊，哎。去能看到，但是是那种从云里钻的。沐浴日出啊！虽然没有日出，但是也是挺漂亮的嘛。我们也算是看到一半日出吧。你看那个云层里面，太阳应该是不是在那个？就在那个云层后边。我们只能等它从那个云后面起来，把它当日出了。6:22了，现在已经到了原定的日出时间了。6:22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他。打给谁打电话？打吧。喂，这个事儿也能问？我们定的日出呢？我们到了，大哥。乌云快走开。喂，大哥。大哥。那个，把你头上那边云给我拨一下。拨云哥是不是？对，拨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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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我的囊吃完。你的囊还在呢。对。你要把那个囊倒扣，像一个日出。太阳出来喽！哎，怎么总是一半落了一半？算了，我拿小黄鸭给你当个标记，回去劈一下吧。好。哇，你得从下边出来。一点一点爬上来，你要从下面。辛苦你了，准备，3、2、1，走！哇，太阳出来了！出发！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出发！哇，太阳！我是第一个看见你的人，这是夸父吗？他怎么还举着太阳？哎，这个苦中作乐也是绝了，但是看今天的样子，应该是没有日出了。太阳总会出来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事情按照计划走，我会很失望的。谢谢。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希望能看到太阳。但是今天壮壮的又露出了点蓝天，今天比任何一天都天的晴，还有月亮，没看到太阳却看到了月亮，这岂不也是一种馈赠吗？对不对，朋友们？无心插柳系列，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是吧？嗯。但是最起码我们今天看到了蓝天，但这也是一种浪漫。对。我们坐到石头上。哎，好，走。走你，走啊，就这样吧，这样斜着上去呗，哎、高的好看。这行，这能上去哥。哇，姐走这儿稍微缓一些。哇，这儿行吗？你小心啊。一下吧，喊什么？喊太阳公公出来吧！来，一二三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你出来了。中间有个小洞，那个里面就是太阳。哎，是不是那个下边那个？哎，哇，太阳！圆的是不是？是他，是他。哦，真的，那是太阳吗？真的出来了。是那个吗？哎，
你就当他是吧。我感觉好像有戏哎。太阳公公，出来吧！我觉得我们看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出，看的不是日出，看的是一份期待，期待着它的发生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比我们看到一个蛋黄从海平面升起来本身要更有味道。在生活中很少会有这种几个朋友一起去看日出，而且还是等了一晚上，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种感觉。这三天挺快的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别杀青了，感觉有点没玩够啊。这一路呢，对我来说挺好玩的。我们第一天的渡溪，大家会一起手拉着手向前走，或者当我走不动的时候，会有人拽我一把。在我们逆流而上的时候，那种感受很像我们的人生。每一次遇到困难，大家都会不轻言放弃，然后努力地朝前走。也解锁了很多的技能，可能未来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再来。这几天上山下海挺折腾的，然后也挺密集的，就给我的从视觉上冲击和生理上的冲击都特别大。我觉得这个水越急越好玩，但是可能回去要缓一段时间，就是把我原来的生活打乱了。我觉得如果再玩几天的话，我会失去斗志了，我会一直想要这种自驾游，一直想去放空自己。就是我知道它是个露营节目，我没知道它是个真露营节目。其实我是一个很宅很宅的人，我不爱出门，我甚至我来这个节目之前我也不爱露营，因为我觉得很麻烦。但是真的，你只有结束了这趟旅程，你在回味的时候，你才能感觉到就感受更好。我给大家做个爆米花怎么样？哦，哎，你把爆米花干糊了好像。我发现我出来跟自然接触久一点了，整个人就是心情也会放松下来，而且想问题的节奏也会慢一些。我争取第二季来之前把驾照考了，如果我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带着我的朋友或我的家人去自驾游。有些不舍，太美了，不舍我们这一路走过的很多美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想拥有的东西总是留不住。哇，突然就杀青了，好伤感哦。我不舍哎，真的这一趟能让我们记一辈子，一览无余的那个山啊河呀，下面的景色一眼望不到边，然后我们好像能摸到但是又遥不可及的那个山峰，让你真的心旷神怡，真的我们融入了大自然。哇，这个太假了，真的被美哭了，我天，太美了。那真的能打动我的就是亮哥。亮哥来了，亮哥来了，亮哥进来了。他那一句真的一下就感觉所有人都释放了，把自己打开了。这一路上真的碰到亮哥是我最大的幸运，好喜欢亮哥。这趟旅程我跟你这么讲吧，可能是我参加过最累的一个节目，但是他呢又让我停不下来，就是我想累，我平时我累不着的那种感觉，我终于被累着了。就是你好久没有吃盐了，然后我终于吃到口盐，就那种感觉。这趟旅程让我有了向外看知世界、向内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。向上海出发真的是改变了我的性格吧。原来太过于保守，太过于安逸。结婚以后，有小孩以后，
大部分的空间其实都让给他们了。我需要的是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，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待了太久了，然后那个真正的自己已经躲起来很长的时间了，所以真是感谢这个节目让我又重新找到他。哇塞，我第一次在高原然后面对一座雪山居然在骑自行车，这一趟下来我感觉我会骑马了，我就是为骑马而生的。不管它叫好汉坡还是英雄坡，我们今天就必须要征服它。耶，加速，撤，然后重新的勇敢的去做选择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海涛和张亮给我们带了一个好头，我们第一次五个傻哥们儿一起出去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的 PK， 让我们这个节目一下就上道了。我老婆跟我来那次挺不容易的，好像是一个吃苦夏令营一样，出来又是发烧又是感冒的，哎呀，搞得我还挺不好意思。老公来救你了，不晚上我觉得咱俩就走了。必须的，但是他也觉得很好玩，梦里就是这个感觉。然后这样呢，我们以后可以开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，甚至于以后孩子长大以后还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。很对不起 Mario， 因为他不吃牛肉，但是一路上全都是牛肉。他因为不吃牛肉，所以呢，我让他吃那个。没关系，他有吃。再吃，谢。Mario 这一趟减肥之旅，然后涂老师玩的也是够野。啊！我看出他内心还是一直很渴望，想要探索，想要去户外，想要寻找一些东西吧。他肯定也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玩。然后很佩服璇姐和雅雅两个女孩子，跟我们在这么糙的一趟旅程里还能乐在其中。我觉得这个节目给大家改变挺多的吧，未来我们可以自己去面对生活，然后自己去挑战生活，自己去尝试更多的可能。我觉得这才是这一趟旅行让我们真正想要输出的一些能量。因为还是那句话，我觉得去哪里真的不重要，去才重要。只有去了，才会发现更多的可能。我们喊个口号，咱们向山海出发。行吧，喊一个杀青吧。来，一二三，向山海出发。I believe the way they set you free. I'm only looking for a little peace. And when the night falls, oh, call on me. Just don't.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 Z 世界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微博搜索“向山海出发”话题页参与讨论，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，跟微博网友们一起边看边聊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